严女士今年71岁，她说她活得很痛苦。我现在到现在我想都不敢去活动，这你个主任说你个当过导游的，哎，你的孩子到哪儿？你的孩子，我都无话可说呀。严女士说，她人生的幸福被终止在1993年2月3日。那天晚上，她19岁的儿子刘真被人杀害，并且凶手逃跑了。这案子虽然过了很多年，也肯定有很多人遗忘了啊，但是我没有忘记的，我觉得啊，一个受害者家属不会忘记，嫌疑人他的家属不会忘记，每一名刑侦人啊干警不会忘记。聚焦一线，直击现场。1993年，19岁的刘真深夜遇害，而凶手的身份呢，一直没能确定。这么多年以来，刘真的妈妈始终无法释怀，痛苦不堪。而这起案件同样也是湖南省澧县公安局几代刑警心中的一块石头。那么，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凶手又躲在哪里呢？2020年，相关的侦查再次启动，这一次案件能出现转机，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深夜，他被害在荒野。凶手隐匿，难掩罪恶。锲而不舍，揭开尘封27年的相。夺命乘客一线正在播出。据了解，受害人刘真幼年丧父，后来随改嫁的母亲来到了临澧县。当年为了给新组建的家庭增加收入，刘真的继父买了一辆车搞出租，并请了一个司机。就我老表打这个给我给1200。1200啊。等于说那个他那个继父是你表哥。是我亲老表。提起1993年2月3日发生的那件事，何师傅说，他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他说，那晚刘真坚持要出车。我跟你讲，我这样跟你跟我老表跟你，你那要我不让他搞就好了，就没有怀疑的，你他是贼犯，就这么的，主要那条，不想的跟你这样出你么个事。据何师傅回忆，那天傍晚他接了一单生意，送乘客到几十公里之外的澧县火车站。和乘客商量好价格之后，他把这单生意告诉了刘真。他说别谈，就出来都给我干了，他说你忘了你也不打，你就喊我一声他就妈妈爸爸都一个意思，要他出来也就是说跟我打扮。好，我的小孩做的问题那些，他就还是有点不相信师傅的那个技术啊，他怀到外面，他说那就喊俺两个去，他就暂时就走的，就两个出去的。考虑到刘真已经拿到了驾照，又是和何师傅一起送乘客，所以当时严女士也没有阻拦。然而一个多小时之后，何师傅独自回来了。司机回过来回来，我说你回来了，我说车子回来了，你我没贴，我说你哪没贴，两个人贴的，他说你不要听很多人，只提个人。我就心里就感觉到蛮惊慌的。我的贴子是212的，你们个车子有后头第一排就是司机那旁边一个座位，第二排就是会坐三个人，那个女的还是困在后头的我一上车我还碰到他打铁的刘正南叫活，他就喊我都熟熟的，那活熟活熟那一个人就杀他。何师傅说，
搭车的是三名乘客，车内有点挤，乘客有些不高兴，刘真就让他下车了。想着刘真刚拿到驾照，又是晚上出车，严女士很是不安。我就不敢睡觉啊，我就出来了，就到那个九江来的那个十字路上就望啊，一望到十一点接近十二点的时候还没望到车子来啊，我就更加慌的。那天深夜，迟迟不见刘真回来，严女士有点坐不住了，就叫上丈夫借了一辆车，根据何师傅说的路线，一路找了过去。在距理县火车站十里处的路边，看了自家的那辆车。走到车子前面看，钥匙掉在车上的，门关着的，我就找四周就，我就找靠那个公路，他的车子的右方向的右边，我就到那边那块玩就抓找，我就喊我的儿名字，就死的喊，没人回声。严女士说，当时她深一脚浅一脚的奔走在那片荒野里，一遍又一遍声嘶力竭地喊名字，急切地想看到儿子的身影。那时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刘真已经被人杀害，再也回不来了。直到第二天下午，遇害的刘真才被找到。在停车的附近那个油菜地里面，就发现受害人的尸体，双手被捆绑啊，捆绑在胸前。这个死亡原因的话，应该就是先勒颈，勒颈了之后再用刀，就那个颈动脉或筋膜切断，断裂之后失血性休克死亡。经过现场勘验，邻里县警方认定刘真的死亡属于他杀。我那无冤无仇，他做么事要把我的儿害这么惨？你要钱就要钱，你不把我的儿搞死，我都好冤家，我只是不要钱噻，是不是？事情发生后，邻里县公安局立案对该事件展开调查。当时案发的这个现场呢，处于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刚好是湖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比较偏僻，再加上是晚上，路边过路的人呢，居民都几乎没有。所以我们这个对我们的调查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去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出租车他家属已经把他开回来了，开回来之后呢，就是那个死者还是在那个现场的油菜地那个地沟里面，当时很多的围观群众，现场破坏比较大。随后，办案民警又赶到受害人家里，对涉事车辆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并对相关痕迹物证进行了提取。后来我们通过对这个车辆的进行勘查呢，就提取了比较重要的那个像指纹啊之类的东西，还有菜刀啊，带血的菜刀啊之类的东西。据调查，受害人刘真年仅19岁，社会关系以及经历都很简单。另据家人讲，刘真性不在外惹是生非，所以杀害他的凶手直接指向当晚搭车的三名乘客。就是肯定是他干的，你刚才只好昨天你其他没得别的人呢。据何师傅回忆，那天傍晚他把车停在路边招揽乘客，三个年轻人来到他的车前，就跟你讲，他那三个人呢就来两个，来过就他就我车子来了两个什么人，有印，就是两个男的呢。两个男的。他们当时怎么说的？那就来我，你车子是不是出租啊？我是出租啊。那个女的就来了，那个年轻女儿，那个人讲说再一会儿我都赢得还人，那么我还是赢得我，那个我给钱的，我应该是记得清楚，我听了。当时这个司机跟我们也反映了，就说两男一女呢，有一个稍微高一点，瘦一点，有一个稍微矮一点，胖一点。还有一个女的，年纪呢大概都在18、19岁左右，20岁不到20岁，就是18、19岁左右，都是三个年轻人。据何师傅说，那三名乘客和刘真的年龄相仿，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口音听起来是湖北方向的。当时就是能够确定这个两男一女应该就是作案嫌疑人。那当时能够基本上能够定下来。
就是往湖北荆州方向逃窜了。据参与办案的民警回忆说，当时啊，临澧警方动用了大量的警力，对那三名乘客的去向呢进行了追踪，但是没能发现他们的踪迹。另外，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所限，这三名乘客的身份也一直无法确定，所以案件的侦破呢就被迫搁浅。那么这三名乘客究竟是什么人，又该怎样从茫茫人海当中把他们找到呢？这些已经困扰了临澧县刑警将近30年的疑问，在2020年的3月终于有了答案。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相关各方的声音，来解开疑问，还原真相。一枚指纹，揭开惊人秘密，拨开层层迷雾，发现真凶。夺命乘客一线继续播出。在痛苦与期盼中，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在此期间，刘真的继父过世，而杀害刘真的凶手仍然没有归案。咱又入院又逃，我说我只希望能够有孩子把那个凶手找出来。对整个社会来说啊，当时这个影响比较大，因为出租车它也是一个啊一行的一个群体。在我们这个小乡镇，我写案子是很少的，发的很少。发这一起媒婆的时候，对特别对这个我们出租车司机这个行业，影响是很大的，也给我们啊公安机关很大的压力。根据当年现场勘验的资料，唯一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在事主车上提取的一枚指纹。他刚好是在这个副驾驶门外侧，在这个和反光镜差不多平齐的这个位置，左手的中指留了一个指纹，所以当时这个留下指纹的这个位置啊就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作为这个正常人来讲的话，你习惯性的开门都是用右手，左手留在那个地方的话很不正常，所以我们当时就大胆的假设留下指纹的这个极有可能就是当时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所留。虽然我们发现了这枚指纹，但是并不知道这枚指纹是谁的。已经接近退休年龄的刑警严若红对这枚指纹的特征烂熟于心，他于1994年开始从事刑事技术工作，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寻找留下这枚指纹的人。特殊倒是没有什么特殊，反正就是一枚指纹嘛，它是就是那个斗形纹，但是条件也不是太好，特征有是有，也不是太多，但是就是每年我都因为以前没有自动识别系统的时候，它主要是人工比对，是不是？对。我们也就是通过人工翻查呀，这样去搞，反正不定期的去比，但是一直没有比中。随着有关技术的发展，该案的侦破也有了新的希望。2020年3月中旬，严若红再次把那枚可疑的指纹输入有关数据库中进行比对，一个信息让他眼前一亮。我再次把这个指纹录入进去以后，用新算法就把它比出来了。当时就是比中的2006年呢，我们广东白云分局这样的一个资料。有关信息显示，可疑指纹与一个叫陈文的人的指纹相吻合。根据相关资料，2006年，陈文曾被广州警方行政拘留。当时他们被处罚的时候是，经营的这个广州那边经营的这个大排档，就相当于吃宵夜的这种大排档。派当地派出所去消防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当地他这个消防不合格，对他进行了处罚，这样就把他行政拘留了几天，采集他的身份信息，留下了指纹在拘留所。广州陈玉文的指纹和我们这个93年命案现场的指纹是一致的，因为全世界都没有两枚相同的指纹，所以说可以肯定的讲，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那么，远在广州的那个叫陈文的人是杀害刘真的凶手吗？随即，办案民警对陈文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查询。他的年龄在我们当时调查的时候是在1975年出生，刚好符合这个司机描述的这个年龄阶段，啊，27年的话，四十六，大约就是20岁左右，啊，当时作案呢也符合当时作案这个条件，年龄条件。民警调查后发现，陈文的年龄与作案人相近，并且陈文的户籍地为湖北荆州，而根据案发时的调查，那三名乘客操湖北口音，并且逃窜方向也是荆州。对象啊，就和我们当时刻画的侦查方向就非常吻合，包括年龄也好，逃跑的方向也好，户籍地也好，就和我们这个当时刻画的侦查方向非常吻合。根据相关信息，陈文被拘留的时间是2006年，那么14年过去了，陈文还会在广州吗？随即，一组侦查人员立即赶往广州展开调查。经过初步核查，一个调查结果让侦查人员很是困惑。当时因为我们调查以后发现，这个通过当时嫌疑人留下了这个身份证号码，我们把照片打出来看了以后，和当时在拘留所拍照的这个真人，就是实际上入所的这个嫌疑人比对的时候，两个照片那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经过研判分析，临澧县警方判断，陈文的照片与身份信息不吻合，可能是刻意造成的。我们认为他这应该是有意的，为了逃避打击，把这个身份信息改了，或者冒用了别人的信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在拘留所里留下指纹的陈文究竟是什么人？根据已经掌握的信息，侦查人员在相关系统里进行了海量的搜索。我们把陈某文的名字输入到我们这个大数据大情报大数据系统里面以后，进行综合分析，把全国同名同姓的这个符合条件的，大约就是1975年左右出生的这个人员，全部把它分析了一遍，然后再进行照片比对，把户籍里面的照片和当时在拘留所留下这个照片，我们进行人像比对。经过大量的分析比对，终于，侦查人员注意到一张身份证。该身份证上的人员照片和陈文在拘留所里的那张照片相吻合，名字仍然是陈文，但是他的户籍所在地是广州市白云区。他是通过两次迁移户口，迁到了这个广州白云区。经过进一步查询，侦查人员发现，陈文的户籍是几年前从湖北省江陵县迁到广州的。这个调查结果让办案民警觉得真相越来越近了。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另一组民警又赶赴湖北省江陵县。到湖北去了之后，就从陈玉文户口迁出地湖北省江陵县下面的一个乡镇去查，结果发现是2004年补录的一个户口，2004年之前的信息是一片空白。从痕迹、现场痕迹、遗留的痕迹不正，我们认为广州的这个人应该，有作案嫌疑。在从他变更户口这些，认为有逃避打击的嫌疑，那么我们认为他就嫌疑上升，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很大。陈文的身份来历显得扑朔迷离，种种迹象显示，他在刻意掩盖自己的过往。经过分析，办案民警判断，陈文的户籍是在江陵县补录的，那么他很可能就是江陵县人，或与江陵县有密切的关联。果然，在江陵县公安部门，办案民警查
查到了一份冻结的户籍资料。目前是处于冻结状态。为什么会冻结呢？就是2014年当地公安机关进行户口整顿，发现这两个人呢既没有看到人，就是下去调查走访，街坊邻居也不知道去哪了，所以说作为一个存疑的户口就把它冻结在那了。被冻结的是一对陈姓兄弟的户籍资料，但他们的名字都不是陈文，而是一个叫陈达，一个叫陈勇。这个陈达的户籍老底子下面贴着一张黑白的照片，那个照片我拿起来一看，就是陈玉文。陈文原名叫陈达，实际出生于1971年。经过几个月的追踪，陈文的真实面目终于清晰呈现在办案人员面前。也就是说，杀害刘真的嫌疑对象之一浮出了水面。陈现的对犯罪嫌疑人对象应该是两人，也是三个人，但是我们从现场这些痕迹物证啊能指向的啊就只有一个人，现在还呈现一个人。但是从调查上来看啊，嫌疑确实很大。但是我们为了把所有的嫌疑人能呈现出来，能一网打尽，我们就对这个现在已经呈现的这个嫌疑人呢进行大量的分析安排。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排，办案人员发现陈文已经成家，有一个12岁的女儿。目前他在广州市白云区经营一家手机修理店。就发现呢他到广州已经有老婆有小孩，但交往的主要是以生意人为主。有一个他的兄弟也和他年纪差不多，他的兄弟当时也在广州。他们两兄弟平时也不和周边的邻居来往，下班以后就直接回家，上班呢也来得比较迟，下班也走得比较晚，反正就是和周边的人几乎没有联系。通过反复研判，临澧县警方决定先对陈文实施抓捕。2020年7月23日，一组办案民警来到陈文的手机修理店。这个陈文原名叫陈达，落网的时候49岁，他是湖北省江陵县人。陈文落网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的镇定，他没有进行任何的反抗，想必啊对于他来讲这一天迟早要来临，他心里是有准备的。另外根据当年的调查，参与杀害刘真的嫌疑人有3人，那么另外2个嫌疑人又是什么人呢？1993年2月的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对素不相识的刘真痛下杀手呢？逃脱27年，阴影从未远离。对于当年的罪恶，他会有怎样的忏悔？夺命乘客一线继续播出。据介绍，陈文被侦查人员控制之后一直保持沉默。对，我们当时呢也没有跟他提具体的事情，就跟他讲我们是湖南常德临澧警方，找到你以后你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找到你，我们也没有跟他讲具体的事情。但是这个陈某文呢全程就是闭着眼睛不说话，也不否认，也就是说也不承认呢，也不否认。
全程不说话，所以我们当兵的难度啊非常大。随后，侦查人员决定把陈文带回湖南临澧县进行讯问。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奔波，他们到达了临澧县。27年之后，再次来到临澧县，陈文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痛哭一场之后，他说他愿意供述自己的行为。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心里忏悔，都是很难受，但是也是鬼迷心窍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还记得那个小伙子长什么样吗？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他的眼神。我当时捏着他脖子，我打他胸口的时候，他那个眼神呢很恐怖。我经常做梦的时候梦到，更对不起受害者的家人。陈文承认，自己就是27年前那起血案的凶手。据陈文交代，他们杀害刘真的过程很是残忍，就是勒着他脖子，然后他就反抗。他就反抗，反抗的时候呢，我就是说不停地踩那个油门，不停地踩那个油门和抓住我的衣服，啊，那时候我就用拳头打，在他胸口打了3-4拳吧，后来他就没有动静了。陈文交代，他把刘真打晕之后，借着月色，他发现刘真仍有呼吸，担心他报警吧。因为在车上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发现他那个，就是说储物箱里面有一把刀，有一把刀，就拿了个刀就把他脖子上面砍了2下。据陈文交代，当时他们杀害刘真后，又抢走了刘真身上的一些钱，并试图抢走那辆车。不会开车瞎开的，结果车不会开到路边去了，就搁置在那里不能动弹了。而当问及杀害刘真的原因时，陈文声称是因为乘车的过程中他和刘真起了摩擦。我就跟他商量，我说现在我们过去太晚了，可能打不到车了，我可不可以不去了？他说随便你去不去啊。我说那你车费可不可以退给我呢？他说不可以。所以发生争执，我那时候就很恼火，我说这样太不讲道理了吧，是不是？陈文说因为刘真不退车费，态度又很恶劣，他们才对他下了狠手。对于陈文的这种说法，办案民警认为根本站不住脚。你们已经接近目的地了，他这个你们的租车已经接近目的地了，你这个时候人家说要退钱干什么？不符合实际情况。你如果说刚刚说你现钱，你说你发过了，不想过你退钱。具体走多远我不知道，可能20公里了，离目的地就5-6公里的距离了，给你一次忏悔的机会，你却把别人把他把死者扔上去。是，我知道你的想法想保命，但是你要通过真正的途径。那么27年前的那个夜晚，凶案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另外的两个嫌疑人又是谁呢？对此，陈文却声称不能提供更多信息。是问他的同伙的时候，他就说忘记了。啊，当时就是，到临澧来啊，通道的两个人呢，在一起玩了2天的临时，啊，就是临时认识了两个人作案，这么多年不联系了，也不知道名字了，也不知道是哪里人了。审讯中，陈文极力回避谈及另两名涉案人员，对此。办案民警判断，另外两名涉案人员和陈文的关系可能较为特殊。此前，办案民警注意到，在陈文迁移户口的同时，他弟弟陈平也将户口迁到了广东。如果说陈文迁移户口是为了逃避警方的追踪，那么他弟弟陈平迁移户口又是为什么呢？并且这么多年，陈文与陈平一直生活在一起。面对警方的一再追问，陈文明白隐瞒已经没有意义。我们全部都和他沟通了之后，他就很艰难地把他的两个同伙，一个就是他兄弟，
一个就是他的前女友，两个人名字讲出来了。据陈文交代，当年他在家乡和别人发生了冲突，造成对方轻伤，随后他又将前来执警打伤。为躲避警方的追责，他带着弟弟和女友逃到了邻里县，并惹下了这桩命案。随着陈文口供的突破，另外两名涉案人员的身份终于确定。随即侦查人员再次赶赴广州，将陈文的弟弟陈平抓获。那么另一涉案人陈文前女友张玲目前又在哪里呢？据陈文交代，当年他们逃离家乡时，张玲已经怀孕。他们辗转逃到广州后不久，张玲生下了一个女孩。后来他就想回家，在这里看不到，跟着我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这样东躲西藏的，所以他就回家了，带着小孩回家了。陈文说，自张玲带着孩子离开，他们便彻底断了联系。陈女友根据陈玉文的交代啊，他的前女友的姓名，我们到湖北的侦查员，当时和当地公安机关一查，发现这个也说是有这个人啊，正在湖北的一个监狱里面服刑。他19岁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参与了这起杀人案，内心背的压力非常大，也就没有走正路，吸毒啊、赌博啊这些都干。我去把他从汉口监狱接回来的时候，他是因为贩卖毒品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这起27年前发生的命案终于告破。据查证，当年陈文等三人跑到邻里县后，打算继续南逃，但他们手里没有钱，于是他们盯上了停在路边的刘真家的那辆出租车。而那时19岁的刘真不知道搭车的乘客有着怎样歹毒的盘算，按他们的要求驾车前往礼县火车站，并在途中被残忍杀害。杀害我孩子的人必须要偿命，我不管你几个，我要他偿命。你这么凶残的，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个是不是？据了解，案发后陈文兄弟先是逃到广东，后又把户口也迁了过去。在落户的时候，他们又私自改变了身份信息。27年来，他们不和家人联系，小心翼翼地活着。2006年，陈文因经营大排档违规而被拘留。他知道自己身负着命案，所以被拘留时，他谎报了湖北荆州籍一个和他同名的人的身份信息。不想14年后，他的诡计被邻里县警方识破。我也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的，是女朋友，是这个老婆的家里的人一直都催着我，我也找不到合理的借口。我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不想害人害己的，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时隔将近30年，刘真遇害的案件最终是尘埃落定。和被害人刘真一样，三名嫌疑人在案发的时候也是20上下的年轻人，为了钱财，他们不惜夺取了另外一个年轻的生命，也从此彻底改写了他们自己的人生。这么多年以来背负着命案，他们活的是战战兢兢，而如今真相大白，他们当然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他们各自的家庭也为此被拖入到了困境当中。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一线来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王小磊，我们下期再见。